由迈克尔贝执导的好莱坞巨制《变形金刚4》于6月在美国开机。近日，导演迈克尔贝、派拉蒙公司以及电影频道正式宣布，内地新生代男星韩庚将加盟该片，成为继李冰冰之后宣布出演《变形金刚4》的首位华人男星。影片导演迈克尔贝也对韩庚的加盟表示了期待，称韩庚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演员，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活力和热情与变形金刚4的精神非常契合，我很期待与他合作。韩庚表示，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变形金刚迷，加盟变4实现了自己童年的梦想。他说，之前真的没想到这次能有机会出演变4，感觉很幸运，当年的梦想实现了，想想也挺有意思的。韩庚透露，希望能借此机会进军好莱坞。他说，变形金刚4是全球关注的一部电影，能够参与进来我感到很荣幸，通过这次拍摄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经验，之后参加更多的好莱坞电影，与国际导演和演员一起合作。据悉，变形金刚4将于2014年6月27日在全球上映。忽略娱乐，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